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极客真会玩，我是小飞。随着共享单车的兴起，单车这个日常交通工具又开始被大家所关注。不过市面上这些共享单车好像并不能满足一些喜欢与众不同的人的要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辆逼格满满的单车 Cyclotrons。 Cyclotrons 就像一台只有在科幻电影中才会有的产品，设计团队的追求是将 Cyclotron 变成一台充满未来气息的单车。所以这辆单车没有普通自行车车轮的链条，甚至连转动的轮胎都能闪闪发光。整体发光的车身由内置的高效锂电池进行提供，在不使用发电机的时候能够提供8个小时的续航时间。 Cyclotron 上还搭载了10个蓝牙传感器，方便记录用户的个人骑车习惯，从而智能调节自行车的档位。不过追求酷炫和智能可是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因为这架单车的价格高达20000元人民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发现更多新奇好玩的科技产品，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 Geekview，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极客世界。我是小飞，我们下期再见喽。